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第一章祝福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因为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感谢，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劝弟兄相合。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么？我感谢上帝，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基督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世人厌恶的乃上帝所拣选。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和世俗的智慧比较。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属灵的人领会上帝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第三章。保罗不以哥林多教会为属灵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么？有说，
我是属保罗的，又说我是属阿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么？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使徒与上帝同工，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唯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门徒是上帝之殿，应当圣洁。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阿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第四章，使徒是上帝的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轻易，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各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给自己和阿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纸渣。当效法保罗。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能。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形象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第五章，教会容忍淫乱的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么？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
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不可和不洁的人相交。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么？至于外人，有上帝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六章，不宜争讼。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么？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么？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么？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么？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么？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恋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清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土福，土福是为食物，但上帝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么？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么？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么？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要在身子上荣耀上帝。
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第七章，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论嫁娶的事，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上帝所照各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当各守身份，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作奴仆蒙召的么？
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守童身。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作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第八章，禁吃祭偶像之物。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
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门徒不可藉自由成别人的绊脚石，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么？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第九章，保罗在何事不用自由？我不是自由的么？我不是使徒么？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么？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作之功么？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么？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作工么？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么？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么？不全是为我们说的么？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么？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全福音的当靠福音养生。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么？至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么？主也是这样命定，叫全福音的
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当为不坏的冠冕赛跑。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第十章，述说古事以为尴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逃避拜偶像的事。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察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么？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么？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么？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上帝。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么？我们比他还有能力么？不可妄用自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借因而吃，为什么因我借因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上帝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第十一章。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论女人蒙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做的，女人乃是为男人做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上帝。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上帝不蒙着头是合宜的么？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么？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作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上帝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责备混乱圣餐的人。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者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么？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么？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第十二章，论属灵的恩赐。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作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即使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门徒属基督，譬如肢体属身子。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切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切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尽美的，越发得着尽美。我们尽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上帝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么？岂都是先知么？岂都是教师么？岂都是行异能的么？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么？岂都是说方言的么？岂都是翻方言的么？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第十三章，爱是无可比的。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信望皆不如爱。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第十四章，作先知讲道，胜于说方言。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作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作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
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智上总要作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么？若都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上帝，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用恩赐当合宜。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信服先知的，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信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上帝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么？岂是单临到你们么？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勿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第十五章，述说基督复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基督复活作得救的凭据。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在基督里都要复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常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
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上帝。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论复活之体如何？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扭坏的，复活的是不扭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扭坏的不能承受不扭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扭坏的，总要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扭坏的，既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罪是死的毒钩。
唯独靠基督得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第十六章，论为圣徒的捐项。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阿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决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劝勉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反一家是阿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信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反和福图拿都并阿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问安。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阿居拉和伯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坐可就，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